就你是不是？你想跟我比比谁狠啊？还怼我？你有俩翅膀了不起了？今天哥们就带你长长见识。我去啊！服不服？我好几年没用过了。踩油门，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墙上摩托。嘿，功力也不错，还挺适合我的。就是最后一个弯了，马上就到了。这个夕阳可真美啊！还有十秒钟，还有十秒钟，我就是冠军了。上哪儿去？我让你挡我道。这推进力，这推背感，就是喜欢这种燃烧的感觉。你不喜欢烧吗？作为车手，反应灵敏是第一要务。低头。哎呦！飞了！哎呦！成天看我翻车都不知道我有技术了，表演一个反身翻腾三周半，平稳落地，上树也不带含糊的。开车嘛，就得在房顶上开才叫开车呢。好了，这就是咱们今天的目的地。